为着要鼓励弱势囡仔努力来学习，贺主持日前表扬三十名自强儿童，嘛同时表扬四百多位模范儿童，做出表现儿童，并且颁奖和比赛得奖的学生，来鼓励因拍拼学习的成果。今天是107年度我们布鲁士的模范儿童表扬大会。那今天有四个奖项，就是我们模范儿童杰出表现儿童。绩优团体还有自强儿童，总共有423位的模范儿童受到表扬。今天受表扬的每一位同学，他们都有一段的故事不管是在学校的品学孝悌楷模还有优良的品德，都是受到学生推崇的对象，也是他们往后人生哈远大目标的开始每一所学校他们对外的成绩都非常的优良，都有受到表扬希望今天是儿童的日子希望这些小朋友更加的自立自强，努力读书。市长表示，遮儿童拢是真认真拍拼，伫因课业顶头冒真显目的表现，尤其是遮自强儿童，因有诶拢来自单亲，也是较散家家庭。可是因家环境歹，乐观拍拼精神，拢会当做这是囡仔学生囡仔的模范。大雄新闻黄佩仪采访报道。